Hello everybody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Here is Tiana Zhang, Jackson, Mustafa Li. OK, 今天迎来了我们十大少年团 On Fire 少年 On Fire 的第二场公演，对不对？ Yes. 其实还是双人舞台太爽了。但是呢，这一次更加的有看点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刚刚龙吸水表演失败了。不，我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就这个。哎呀，不行，也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你说，那大不了让人打一顿。来说，算是廖文啊。哦，然后你呢？那你期待吗？我期待。你期待？杨浩翔和朱之鑫啊，不是朱之鑫，就那什么苏新浩。我期待所有的少年。哎呀，说话知道，对不起各位。我也期待廖文，好吧？廖文每个舞台我都很期待。OK。我们直接开始好吗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，对不对？这个视频真是太长了，嗯是，嗯，真是我们要花一天的时间。OK， 开始，声音有点小，也不小，上次好像放多久？差不多。嗯，感觉好像放低一样。哦，好激动啊！好激动啊！怎么办？哦，超期待，吓死个人！哇哦！哇哦！ Yeah, hello. 抓一把！嗯。哦，这红衣服是谁啊？是宋亚轩吧？天哪，他家穿了红衣服，刘亚文绝对是黑衣。就是小爹这头发挺喜欢的。设定。不咋抽出来的，你们要用到这个道具吗？你擦，应该就是装饰。你们是什么？你们是什么飞虎队什么的吗？我们是飞虎队。啊，孙一浩好可爱。哟，这个衣服毫无违和。屏幕前的各位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少年 on fire 双人舞台的第二场竞演现场，我是主持人天天。相信我们上一场的双人舞台让很多人已经热血沸腾了，是不是？经过我们重新分组，舞台上又会诞生四支全新的组合。正式开始之前，还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投票规则。同样，今天少年们的舞台在播出之后呢，会在新浪微博以及 TF 家族官网发起网络限时投票，和上一期的四组舞台一起票选出他们当中最受欢迎的舞台。同时，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今天到场的刀刀团，他们是平台知名点评类 UP 主 VK 爆，在我们一起来看。我这前面废话太多了。实在是你的师兄，师兄，天不？哦，刚一远一看，以为他们穿的是肌肉装。啊，我天哪！肌肉装。王俊凯好瘦啊！王俊凯好帅啊！他瘦了好多，他为了拍戏。对啊，感觉瘦了好多。然后一下身体胖了是吗？他这么一对比的，他增肌了吧？嗯，就王源。啊，他们每个人都把脖子伸得好直。最好的见证，希望你们在舞台上尽情的挥洒热爱。我们会一直关注着你们，相信你们。哎呀，这句话说的跟期待你们的精彩老父亲一样。不是这个有点像那种外来星球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会一直关注你们的，加油，少年 on fire。那钱都花在这儿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什么百万，什么千万舞台。就画在这儿了，请他们是吗？真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这几天的训练辛苦了，今天的还顺利吗？还可以，顺利，非常顺利。好，我们小宋自训模样。应该决定舞台上台顺序的时候。来吧。是怎么着？谁把这歌词吃完？是。哎呦喂！宋亚轩上。宋亚轩可以，你觉得谁可以？宋亚轩、张哲源。三。贺峻霖、马嘉祺，先笑先。把你的肚子吸出来，把你的小肚子。我干扰他。我可是。他怎么起这么高啊？高位置吗？高位置漏气。气。吃喝。用气不一样。你试的话，那上面那个气是什么？没了，没了。17秒，假音，假音放气还挺多。来了，肯定是这样，是长啊。哎，一起。可是
怎么这马上更高了，这飙高音呢，发这么高。十三、我们也来呗，来看谁能长。那下一个是谁啊？如果没撑到三十秒，这个一二三，小贺，小贺加油！哎，我要，小贺 flag 来了啊，来了啊！你看后面有飞碟。我有吗？有。哎呀，我觉得高的话好弄一点，我觉得低的好弄。你一会儿试一下。看清楚。高的你试试。那那那那那是。啊，我喜欢盯着那个粉粉的那个。听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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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大声一点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马哥，再大声一点。快点，没气儿。我刚已经没气儿了，刚一漏气漏的贼快。这么溜啊，不配是吧，我刚刚鞋带掉了。哦，厉害呀、啊、真的，你就是高音的话就是好弄一点、我觉得高音不好弄。这个吧，低音可以，就选这个吧。我觉得看着比较顺眼。没有了，这上面的鸟比较好。刚才让你试音不是，第一会儿开一个试音。我想选这个，我想选这个，现在是算了，气息是我的弱项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其实我是很想选，你选啥呢？飞鱼长老，但是你选啥？但是我觉得这个菠萝堡也很不错的样子。他们选吃的东西，都是当然是脆皮炸鸡的那个手枪筒。解锁对应技能可以。选择现场任意一组交换禁演，这是什么？选择多久了？这么溜、解锁什么技能？他们就想跟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换。耶！挺好的，我两次都是第一呢。你们记不记得蹦蹦蹦蹦的时候，好像他就是第一个？记不记得？那个小张，小张张，蹦蹦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，多帅呀、啊！哎呦，这个马哥，马哥第一的感觉不好吧？这个丁哥也那么帅呢，丁哥上多少？没，好、第一，就是第一的，不实夸。反正第一、第四感觉差不多。哎，我突然想，这句话好、什么呀？那不换了，不换了，我不想换了，突然。没事，拿第四一样的第一，拿第四的第一嘛。干杯！为什么张真源啊？张真源的裤子是漏洞，张真源的腿膝盖受伤了是吗？在在和我一样都非常期待即将马上登场的第一组双人舞台。这组舞台的基调呢，可以用暗黑来形容。那两位少年也是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灵感在里面，呈现出一个他们心目中完美的黑与白。来喽！究竟这一场较量刚才说 谁输谁赢？我们话不多说，掌声有请马嘉祺、丁程鑫为我们带来的血腥爱情故事。这故事，哇，小马这个斯文败类啊！我觉得丁哥这个头好好看，我也觉得这个颜色就是现在看起来就还好。但我不知道为啥上一次看的没有那么，因为他们有个滤镜就很奇怪。拜拜，开始了。是在北京吗？当然了，在北京哦。这跟哪儿？有事儿吗？有事儿吗？出去。我觉得我被冒犯到了。被冒犯到了。马上门进不去了。喂，包场。包场。啊，这包场需要好多钱呢。
我钱花在这儿了。没事儿啊，我也喜欢玩这东西，我也想玩，那上去玩吧。是哪个呢？这个。哎呀，啊、这个知道的朋友给我们科普一下。这啥呀？这就是电玩城。有没有那种一条龙？触摸画面进入模式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干啥？他们来这儿干嘛？啊，让他们体验血腥爱情故事吗？应该要玩还有情侣模式吗？体验血腥吗？哎、情侣模式。好可爱。这啥呀？啊？哦，动作。哦。哎，我记得之前可以什么 CCTV 就有一个这样的节目，有然后掉水里那个。对。嗯哎，我感觉这么娇俏，这是什么姿势？你昨天想踩你？啊、你是？你昨天？他们怎么培养默契吗？这是？他们的默契还用培养吗？太热了，算了吧，太累了，这个游戏。太累了。哦，哎呀，我的娘！跳舞机、啊嗯，这个好玩。嗯，我想玩拍拍武力方，我喜欢玩那个。那是啥呀？单拍武力方是吧？噔噔噔噔，六个框那个。这太简单了。哦、这个哦、哎呀，看给孩子嗨了，你看，没怎么来过这地儿吧？哦哦这是啥呀？这是，哈哈哈哈哈！小丁是真爱跳，嗯。踢个球的，漂亮的踢呀，好机会！踢呀踢呀踢呀！斯大哥怎么不踢呀？我两个怎么不踢？你怎么踢的呀？不给我们小马面子，哦，踢下边是吗？等着，丁哥。这被我知道了，你就等着吧。开始了。跑得比较快。哎，快！铲球！哎，厉害厉害！铲球！加速！可以说完了。可终于让我们小马找了一项适合他的球。哎，他为什么又把我球抢了？气不气人？你要踢下了那个，而且今天所剩无几了。哎，所剩无几了。哎，你好烦啊！你好烦啊！不、哎，阿比飞。哎，今天干啥？哇！哇！哇还能这样式儿呢，这踢球还能这样式儿呢，就跟火箭似的。小丁太好玩了，小丁的这个成年人被被那个什么到了，3-0好吧，非常分。比赛开始了，小丁开始了是吗？碰！哈哈哈哈哈！马哥稳如泰山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横着走。倒挂金钩！倒挂金钩！这么开心吗？赢马哥这么开心吗？这是成年人的快乐。哎，好可爱！看他玩这个，男人的胜负欲开始了。男人的胜负欲好强烈。男人他们打游戏的时候，这胜负欲贼强，你知道吗？小马哥的腿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你知道为什么人家会瘦吗？因为咱们关键是哇，人家就是开始蹦啊，开始舞蹈，对对对，开始舞。是不是谁先拿三班谁赢？所以这其实在比谁的脚，谁的脚使的劲儿大是吗？哦，听到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哎呀，撒娇了 ！Oh my god！ 哎呀，
然后累了累了累了，这个运动全是正能量，好惨。而且小丁是那种，人家他是哦，然后呢，哎呀，哎呀。咋了？我也要亲一口。这个运动才是正能量，真的好搞笑，好搞笑。而且他是那种嘴角微微上扬，对，就那种，就这样。我的天哪！他在干嘛呀？学一个马哥。你看到他怎么做的吗？这还有点好玩哎。哎，是把你丁哥玩了，那你赢了，哎、赢了好玩。我都想到他是如果输了，哼，再不玩。小丁是什么星座？好搞笑！小丁什么星座？天秤吗？不是，那个谁是天秤？那个梁文是天秤。查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感觉在里边玩挺累的，玩这一下。天哪！我丁哥居然是双鱼座。啊，对，他是双鱼座。双鱼男孩子很浪漫。他很浪漫，他确实很浪漫，对吧？嗯，就特别。马哥是射手，我知道。给我一个座。12我都记住了。能给我座的，一个座的。刘文是天秤。小张是白羊吧？小张是。2004年的4月26日，白羊。哦，他像白羊。就让我觉得很揪心。就让我来代替你，那个你，那个，就让我来代替你，试一下你啊，三档，就让我来代替你，好的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啊。我听这个不想当当当当当，我就想老想下一句，这就是下一句吗？不是，就这样，还会不会这样？你尝过的那些甜头，他这歌本就这样。对啊，你尝过的那些甜头。我说我脑袋为什么会有这个旋律？寂寞的恐慌。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。为什么看别人歌词会想笑？歌下的我。好，让他们试一下。他们这个多好，多正常。咱们那个是什么啊？旋转啊，旋转。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的血色，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，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。对呀，周深唱过呀。这个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，就让我来代替你争先气候。好喜欢小马哥的咬字。越血流越烧酸，心越空，肉越冻，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。哦，这音可以，其实这个音对他可能稍微偏高一点点，但是他还完美，特别棒。这么看，血腥，看到血腥的感觉。老师，我也看到了，狗血，狗血。但其他整体来说，怎么办？我好像刚丁哥玩游戏的那一瞬间，我 get 了丁哥男人的一面。你不是因为看到他是双鱼以后更加 get 到了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应该的。那马哥也挺像射手，他又爱自由。明星里面很少有天蝎了，我感觉。这个星座有啊，吴亦凡。吴亦凡很天蝎，真的，包容，假包容。王涛很金牛。哦，等会我刚看了什么？别聊天，你们别给我聊天。什么东西？就说了一句韩语，没什么，就说让他们真一点，离得真一点。对。哎呀，这表情跟我有的一拼啊！就是我的四肢才可以像他们一样这么自如。对。
我每次跳，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大螃蟹。猪给。哇！往前啊，你得把我推出去。OK。刚刚推出去有点笑。推出去。对，一二三四，蹦蹦五。我喜欢这个粉色，我也喜欢这个粉色，我也觉得这个粉色很好看。我刚刚就说什么好喜欢丁哥这个粉色，就我觉得这个粉色配这个黑色裤子就很清新的感觉，很干净的。这不是你的声音吗？你的声音什么时候当做那个特效音了？我这音乐感觉很动感啊！我真的很期待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啊！我想知道他们怎么演，我特别期待。丁哥，我们合作多少次了？好多次了。Single Lady， 哦 ，Single Lady， 所以很了解丁哥。那个优势大家都知道。那叫什么？我就强强跟你说。那我们还是他俩吗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不摆了，要谦虚。啊，这是丁哥。Single lady, see my life, 告诉我如何。不是，我在干嘛？哎，那他俩那次是啥呀？一个黑皮，一个红皮。不是 single lady 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就是啊，怎么了？你湿了？可能那个谁的给我印象太深了。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，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更活，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，就让我来代替你呈现起空，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，越血流越受酸，心越攻入越动，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。哇，你们这个气息好溜啊！看你做的，马志聪，然后唱歌，我只能做一秒。他这个吟唱怎么让我想起来他之前唱的哪首歌？我小马真的进步了好多呀。就是他现在就是唱得很自如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对，就是他方法上就是低音跟高音其实大部分都是统一的。我们全部走一遍给老师看吧。小丁的声音也进步了，他没有不像之前那么紧了。对，但小弟的气息还要加强。哇哇！我刚刚那个，我没有看到他脑袋。我没看到。炸开的花，那头发是每天都洗吗？每早起来洗头。男孩子洗头是跟洗脸一块完成的。哎，好期待啊！我脱了。这什么表情？他刚才。哎呀，怎么有一种 ？Sorry， 他踩着他了吗？对，应该是滚到他了，先打到他了，疼了一下。我真帅，好帅啊！那慢动作，马哥。我都不知道。他都不知道。我到底是不清楚的一个关系，是我往前走，他来。阻止我，还是他压着我往前走？我是一个不愿意的心态呢，还是就是已经释然的心态呢？成年人问题可多。在这儿说啥呢？说干啥呢？老师也听不懂。说什么？老师听不懂。我都跳不来这一段。狗血的要死，太多没信息了吗？没信息。哎，那个，哎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配一
个那个堂个就是一步两个走，那个三步什么，这什么，你知道特别像什么吗？有事没事走两步，你知道那个小品吗？赵本山那个卖拐，你知道吗？卖那个拐，知道，有事没事走两步，哎呦我呀，啊，笑死我！你我不知道你这个手上这是什么意思，对啊。我也不知道。这样，但不好看啊，这画不好看啊，好看啊，怎么不好看啊？叫什么都好看。是，我是谁走吧呀？二四四。你带着我的衣服。丁哥好逗啊！应该是你拽我，对，就是我要挣脱你，这我挣脱不了，你给我拽回来了，哎，我还要挣脱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多丁哥，这点马哥搭在那后面，感觉很搞笑，就感觉我们把目标半身不遂那种感。肯定是老师在后面都惊呆了，这改来改去啊，我想干嘛呢？天天就改这个东西。肯定是想，肯定是第一啊，最好，对，做到最好就是。你们肯定就是可爱了。哇！啊！小鼠一上来就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像不像我们家后台背词儿？啊，我觉得丁哥头发好好看。哎，你看到丁哥他那个胳膊肘后面还给弄红了，我开始应援了啊。我这打光。你不记得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有点忘了？记得，就是 A 控制 B， A 控制 B， 然后反背就是后面反背 B 控制，对，就是 A 控制欲特别强，然后要控制 B， 但是后来 B 自己就是挣脱还是咋的，然后把 A 控制了。不知道他还没血腥爱情故事啊，他们啥关系、啊？他当时爱人、啊，他当时没有写变态的爱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懂了，想起来了吧？所以两个男的囚禁他嘛，就是两个男的，不然。不然呢？当时那个舞蹈里面是个女的、你别说我。好，开始了。好无辜的那种。这段表演可以啊。这舞台。我这门花了价钱吧？这门，终于钱花哪了？灯也花舞台上了。嗯。支持住，悲壮的感觉啊。这个桌子是不是那个狼人杀那一局用过？我也感觉，就留声机的感觉。马哥。他合了，哦，好帅！家暴和爱的感觉，对对对对对。
承前启后，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，越血流越走散心越空。然后他眼神躲避，但是还是想反抗。哦，这手套是认真的吗？对，哇，好带感，我天，好带感。这个舞台剧似的整的，这腿。哇，马哥站桌子上这段真的不是，这中间老插一下，插一下说话。开始了，来了来了，好帅、啊！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？这个转圈圈了，有点难度，有点帅。别说话！哇，我喜欢这个。啊？好看，我也想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？我以为后面有，我以为反攻，我以为后面有这个动作，就是丁哥带马哥这个样。对，不是，我以为后面有这种啊，对对，就是后面有、那个、类似于那种，叫什么？这不得不说，马哥反控制，马哥那个戴眼镜那个一笑啊！就是马哥一开始唱的时候，就是他那个微表情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眼神，就他那个戴眼镜那个，哇，我不行了。不是，你知道我现在一想，就马哥，我觉得马哥，我现在看完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马哥摔杯子那点，就喝完仰头，那个仰头，啪，哇，好帅。然后丁儿，你知道丁儿对我印象什么？就是那个登上，就是那样，不是，就是那个动作，就是我们又享受，好像有一点享受，对。就是当时他把杯子，马哥把杯子摔了之后，然后丁哥自己跳上桌子那一段，就躺在桌子上那一段。哦，那我以为他要干嘛？不是，那一段感觉应该就是马哥把杯子摔后，他想逃，他想爬桌子逃，但是他受伤了。但是那个时候被丁哥打，就是马哥把他拽回来了。对，然后当时就是对丁哥，就是马哥生气了嘛，就是你不喝好，我喝了，夸把杯子摔，你想怎么着？然后就开始。这好带感、哦、天哪啊、哦、好带感，我再看一看评论啊、哦、好带感，就是拍出来的感觉，但是我最后一段我觉得应该会有，对呀、啊、这个动作怎么突然就定格，他应该是把马哥不是一反转，马哥对，但他后面结束太仓促了，我没看懂，他就马哥就被反转了，就自己自杀了，大家粉丝们打个招呼，自杀了，他就是这样，我是十三岁马佳琪，是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丁程鑫，这也是合作不是，你知道幸亏这舞台是他俩，吗？你知道吗？就他俩都表演都是过关的，对。那所以说这，你但凡这个表演搁在其他人身上，就出不来那种效果，你知道吗？我到现场的时候，我想了很多点，突发奇想就给他说成家的，哇，那种感觉，啊，我的天，我这些条件，但是后面就，哎呦，就差一点，怎么能呢？其实这首歌曲它讲的是一种有点病态的爱，对不对？有种感情，就是其实刚才一直在绷着一根弦，就等到最后反转，或者说里面这种病态的爱的。我觉得应该这样子说，再给他们一个镜头，一个定格。病态的爱不是。马哥你好帅，这个事儿是吗？对方是一种伤害吧。啊，他好斯文败类啊！而且整个就很这个事儿，我好喜欢了。接下来我考验一下你的演技啊，好不好？我考验演技啊！是考验你演技的时刻到了，你要用愤怒的情绪来表演我们歌词里面那句最具张力的那个歌词，不要还给我。别愤一下，我来个可爱的。
啊，再来个可爱的。啊，不要还给我，不要还给我。哎呀，你说他跟刚才是一个人吗？可以，小孩儿啊，你说他刚才跟刚才演的是一个人吗？啊，好，那接下来也要问我们的这个叨叨团团，有没有什么想跟两位少年分享的？我就只说一点，我觉得小马今天就是很帅，真的演绎的特别好，而且就是从服装啊、细节啊什么的，你们两个的表现就是很饱满、很专注，然后配合的也很默契。对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个整个表演，我看得非常过瘾，就我觉得你们俩在上面真的是演得非常足，那个戏。啊！哦，他把他推到桌子上，所以说我说当时就是我给你喝了，好，我喝了趴你呢，我生气了趴，我开始虐你了。这种病态在台上进行投入，对，其实我觉得每次一个好舞台做出来必不可少的是自己的想法，是真的，因为是自己想的多了，我觉得这个舞台才能更好。慢慢练习这么久然后上舞台，其实是觉得有一种完成了的感觉，因为这首歌真的跟爹一直觉得这首歌是我们俩合作以来最好的、最爽的，确实是，张力是最强的一个，构思的，真是成年了，真长大了，而且你觉得这个作品，你会哪怕一丢丢的成长，你会感觉到这个作品是在有东西，对，有内容，嗯，这个整个看下来就是很感谢马哥一直配合，很完整，虽然最后真的，我觉得最后真的，我觉得最后他其实他的动作设计的可以，就是摄像定格在那里，给他们一个特写，定格在那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其实很感谢马哥。什么都配合我，我想对粉丝说，要有自己的想法，坚持自己所坚持的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。天啊，帅，帅了，帅，超帅，宝贝，看他胳膊上，对对对，我真喜欢你前面的那个。眼镜，眼镜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一部警匪片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啊，这就没了，来吧，点评。我觉得刚刚的尖叫代表了一切，就是我们客观来说啊，就他们俩的表演是绝了。我真的觉得他俩的表演就是为他俩量身定做的，就这个剧情你拿给其他的几个小孩可能都演不出这种张力，你知道吗？就可能他两个在团里面年龄大，然后理解的可能对对对就更多一点，对，他们更年纪，这年纪真的是，而且他们两个就是对这个作品的细细琢磨，就想他们一点点什么细节。而且我觉得丁一直是一个对自己的作品很有想法的一个人。其实上一次我们看就是其实，而且特别是他们丁不是学了表演吗？然后可能在这种内心戏上的这种环节里面，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有自己的这个感触。确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得很过瘾，其实不只是舞蹈唱上面，更多是他们那种内心里面的那种情绪表达出来了。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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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然后我觉得话就是客观来说，我觉得他俩表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确实是。而且就是丁的就是细腻程度，其实你从刚才那个表情，我就刚说的那个表情，就是一下把这种故事就拉起来了，就是感立体了，就有点像那种你看哈，前段时间报那种家暴那种事儿很多嘛，但没有一个人是他第一次家暴你的时候你就爆出来了，没有，大多是他家暴了你好几次，甚至一年半年你才爆出来。为什么？就是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和包括他很长时间家暴你的话，你对这种人其实你就又爱但是又很恨，你知道吗？就他那个纠结的感情，他那个表情就一下把这个故事就是我觉得就立体起来了。对，确实是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唱的都已经很好了，就你就感觉两个人之间没有这么简单。但是我因为我听过原版，我也听过其他人翻唱嘛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他们的就是撕心裂肺的感觉，就唱法上啊，在唱法上能，就是再撕心裂肺一点，我觉得会推进那个情感。那你来一个理解。就这种感觉，事儿吧？不是，没有没有，我说夸张了啊！我是说，如果，但是我觉得他们，你知道，我觉得他后面张力这些都挺饱满。我觉得有一丝丝一点让我特别喜欢的一点，就是他们一开始那种漫不经心，但又带有一丝丝控制欲的那种，但是呢，又带有着噔噔噔噔噔，就感觉一点点抓住你的心。我感觉马哥就有点像那种。
你喝不喝？哎，你这样说我就更觉得，就如果他能前面马哥开始，他不是先唱的吗？嗯，跟后面如果有更大的反差就会更好了。比如说刚开始唱的更那种，那那那那那的果实都是寂寞的果实的种子，就如果能再那种随意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懒洋洋一点啊，对，更像那种贵族，就是那种感觉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就是首尾呼应的话，一开始是马哥给小丁杯子那个酒喝嘛，到最后他这样反转之后，然后他摔倒在地，然后小丁拿着酒杯弄到他的头，然后这样子一个定格，有想法。但是我觉得我最想看到的不是他拿杯子那个，我更想看到是他俩之间的，我更想看到就是小丁，我更想就是他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是那种我更想看到的是这个，就是我是丁，你是马哥，然后我这个样你，然后你表现出我的表情，然后我这样看着你享受。然后你当时我是怎么想？就是当时是我更想看到的表情。哎，我也是。啊，就是，但是就一个舞蹈定格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更完美，就更完美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舞蹈定格，你能看得到吗？就是他们小丁不是一弄，他不是转了一下倒地下了吗？然后整个马哥倒地下之后，然后小丁就这样单膝跪地，拿着那个酒杯，然后咔就挑着他这个，然后这样就是都可以，主要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你感觉这个就是感觉他中间就俩人跳舞，然后。马哥突然不是，然后门啪，你就很，而且你知道一直绷着那根弦，你就一直在等，就是最后就是小丁控制马哥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结果后面干死了，然后自杀了。而且如果也不是自杀，其实就是丁被控制了嘛。对，但是如果你刚一说就是那种灵感，你知道吗？瞬间就出来了。就是如果就是刚开始马哥能表现的再那种，就是怎么说随意一点，或者面带再带点那种邪笑，不是邪笑，就那种。牙皮鬼魅的笑，对，鬼魅的笑，或者是那种牙皮，哎呀，今天特别懂我啊，就是那种牙皮的感觉，然后带就是什么，就是很完了，我天，那我想想他已经就更绝了，他穆斯塔法已经更绝了，真的，确实是。而整体，其实我觉得哪一种都我们的想法，其实做后来我觉得都什么，我们就感觉结尾好像没有太仓促了，太没有什么呼应，其实完全可以马哥倒地以后。不仅是黑的，然后接着打一束光，对，然后丁哥扶他起来，这样也可以。其实就感觉差一点，就感觉没有给我没有给我们，就是我们就投入进去了哈，没有给我们这个故事线一个交代。对，确实、就是。所以就后面就这样完了。后面就是你，说实话，就是你想看到的那一幕没有看到，就是你心里就会觉得咯噔一下，哎，没了，就这样，就还想再看。嗯。但已经很好，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是非常不错的，他们的表演能力真的是很加分，是不是直接就爱大方了，就直接让我忽略了他们很多唱的。但是你现在让我回想他们在唱的地方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前后的那个反差应该再大一点。而且我记得有一个就是马哥站在椅子上唱的，有一个高音那个爱、那一句爱，哇，太棒了。哇，他现在特别期待他们的直拍，你知道吗？就直拍每个人的表情，每个人的动作。因为你看中间马哥站桌子，然后小丁在下面跳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那个切景没切好。对，就是要不然就是马哥全照马哥，好像有一半丁，要不然就是全是丁，然后一半马哥，就是没切好。对，所以其实他运镜什么，我觉得运镜方面，我觉得还可以再好，就这样有点碎。然后就这样，你知道吗？碎了，有点太碎了。但是整体的话是。来，我们下一个。两位少年呢？据说这是他们的。我们下一个什么？